今日头条，鹿晗甜蜜暴击发布海报拍摄花絮，明天学长和方宇学姐甜蜜暴击即将来袭，鹿晗和关晓彤这对情侣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？让我们准备好狗粮观看。杜江称不会反对恩恒进入娱乐圈。近日，陈小春声称罢拿之后 ，Jasper 将离开公众视线，远离娱乐圈。而杜江被问及这个问题时，表示不支持也不反对，完全看恩恒的天赋和意愿。你希望恩恒大王进入娱乐圈吗？猎场开播访谈，胡歌再谈十年前车祸，称经历生死更懂得放下。老胡这一波鸡汤，网友却不怎么买账，连粉丝都只顾着催婚，老胡也是很惨啊。王力宏机场与疯狂女粉丝围堵，该女子大喊王力宏你算什么男人，七年了你敢不敢说之类的话。随后在保镖的护送下，力宏得以脱身。有粉丝反映，该女子就是曾在演唱会上用水瓶袭击力宏的惯犯。小编在这里劝大家要理智追星哦。